高考房的话，大概从一周前开始预订火爆，估计这个礼拜的话能达到高峰。7月7号到9号期间，整体的住宿率能达到90%以上。最近有很多考生从飞猪上预订了高考房，为了给他们提供更舒适的环境和氛围，我们特地更换了门牌号，希望能给他们带来好的寓意。今年高考期间，飞猪平台酒店预订量环比上月增长超30%，考点周边的午休房也非常火爆。